哎呀，真是妈的关了我一年多，又跟他妈中国待了一年，终于出来了，透透气儿的感觉真好，真的。你看人家这个街道，曼谷的街道，就是给你感觉就是可能就是觉得就是比就是北京要乱一点啊，但是给你感觉的就是特别的自然。可这当时泰国也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啊，你看这儿他们还大选呢，这操，这还什么玩意儿？完了那个，就是给你感觉就是很自然，很自然。你不像你像那种涂鸦的话，咱国家尤其北京，你上他妈哪儿找去？你吹牛逼呢？你敢瞎他妈涂，肯定是事儿。可是你看这边摩托倍儿他妈多，我操！我他妈也他妈超级的喜欢骑摩托，但是我听他们说泰国摩托你要就是警察罚的挺严的，而且我看这么多摩托都戴着头盔。我现在天特别热，特别特别热，巨热无比，我操！那人家也有外送什么的哈。哎，反正怎么说呢，顺利的出来了吧，就散散心，对，玩一玩。完了这段时间呢，我会给大家就是录一些就是生活当中的这个日常操作吧。哎，往这两天出去，甭管是逛哪个景点啊，吃什么美食啊，都给朋友们录一录啊，告诉你们一下现在泰国的现状是什么样的。OK， 先到这儿了，朋友们啊，一会儿还得买点东西。